的声音三改时间了，本周收看提醒时间，周六黄金晚8:30，不见不散。上周五晚，浙江卫视《天赐的声音》第三季迎来首播，第一期上演了精彩大战，五位常驻音乐合伙人和六位飞行合伙人先后呈现了8个舞台表演，这些舞台的精彩程度让人赞不绝口，尤其是下半场的合作表演几乎都是金曲水平。首期播出之后，很多歌曲很快在短视频平台和音频平台获得较大关注度，部分歌曲更是占据热榜或排行榜高位。一、节目热度惊人，首战告捷。第一期全网共斩获榜单165个，短视频平台播放量破120亿，资深博主和专业人士力荐。二、抖音音频平台成绩亮眼，开播即登上抖音热榜，在 QQ 音乐流行指数排行榜上也占据高位。三、收视率可观，同时段第一。在各种收视率统计中，天赐的声音三虽处于深夜10点多的劣势档期，但其收视率也非常可观，在同时段的收视中高居首位，甚至与同晚播出的其他黄金档音综相比也几乎不落下风。天赐的声音三可谓开了好头，第一期能取得这样的成绩，让大家更加期待这个节目以后的舞台表演。只要以后的歌曲和舞台精彩不断，节目流程顺畅，相信这一季必能取得收视和口碑的双丰收。此外，本周周深还将推出新歌，为电视剧《与君初相识》片尾曲上线了。这部剧的歌曲阵容是真的强大，一看歌手名单就知道是虐剧标配了。周深、萨顶顶、金志文、毛不易这四位专业歌手加盟，瞬间拉满了观众的期待值。周深、毛不易领衔《与君初相识》 OST 阵容，《与君初相识》发布了 OST 阵容，周深、萨顶顶、金志文、毛不易倾情献唱。周深唱的是片尾曲《鲛人之歌》，毛不易的是爱情主题曲《如你所想》，萨顶顶分别唱《鱼跃而上》《如你所想》，金志文则是《留白是表白》。五位都是极为优秀的音乐人，其中周深、毛不易都是公认的 OST 大户，婉转悠扬、深情动听的歌声一定会为剧集增彩不少。个个都是实力派唱将，果然没有让人失望。这部剧的 OST 阵容非常的强大，其中有着人间百灵鸟和行走的 OST 之称的周深将会演唱这部剧的片尾曲《鲛人之歌》，而且在这5首歌之中一定会是最早上线的一首，相信周深一定会打一个样，来一个完美的开始。后来其实您跟那个周深的几次合作，就是当时让大家就特别震惊特别惊喜的那种，当时其实您是怎么分配的两位之间就配合这么默契？我刚开始搭档的时候在那个节目里面，当我知道跟我一起的是一个唱得这么高音的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曾经有一个疑问，哎，他的音调跟我谁差了这么远，其实大家可以配得来吗？配合得来吗？哇，原来是这么配合得来的。我也觉得很神奇，我也觉得很奇妙，就是好像一点都不用，事实上也是一点都不用之前什么彩排啊或者什么，就镜头一打开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来。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声音就是一个是比较，他是比较高跟尖，那我是比较中低然后比较沉，那就刚好就有点互补了大家的长短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也是那一句了，命运就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，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帮你找到一个啊，你没有他，就因为他比较熟悉那个内地的一些流行榜，刚刚告诉我那个天下有情人，好了，不错，然后不要再吹了，容易，我都觉得希望那个话我介绍个朋友给你，叫苏韵莹，你知道吗？